Monster X 的米赫才刚退伍不久，最近在和粉丝见面的活动中自曝进行了整容手术，表示他的眼睛有点大小眼，而且一边是双眼皮一边是单眼皮，所以决定去做调整的整容手术。他向粉丝坦诚签名会11天前去做了眼睛的手术，所以现在眼睛略为肿胀。他也戴上有框眼镜修饰，表示现在还是比较肿，而且会一直频繁眨眼，希望大家多多体谅，眼睛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肿。虽然知道会有一些粉丝喜欢我原本眼睛的样子，但手术过后随着时间也会变得更加自然，而粉丝们称赞完全看不出来他矫正了眼睑下垂，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帅，这样的手术也能让双眼更健康。그래서지금11일됐어요11일아그러니까좀부끄러워요저지금